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又有四师奶啊。咁样今日就同大家玩翻神龙之塔啦，继续。咁样话说，而家今日就系啱啱喺呢个轩辕剑嘅啱啱开始一抽啦。咁亦都系最后嘅一次出现嘅机会啦。咁就今次冇咧就冇啦，以后就。所以就趁有嘅时候就打，就抽一抽轩辕剑啦。毕竟轩辕剑啲嘢其实都真系劲嘅。咁佢话咁就今日个活动就有个佢就话，你第一次抽就有，你第一次抽就会送条原始苍龙啦，就系龙族嘅潜能解放素材啦。咁其实咧，只嘢我系冇乜用住嘅，暂时我系为咗堆。轩辕剑未抽嘅啫，咁佢送都 OK 嘅，咁大家应该见到我哋队嘅啦，而家都，唉，立地杀，新手素材队，打到一阵嘢，咁把五星剑啊，只白虎就抽到出嚟，抽有情冇啦，抽咗出嚟啦，水珠就中咗做五星，真系会问嘢定系？点解会有两只天蝎弓？就因为我之前我自己在玩嘅时候就抽多抽啦，即一夜中多只天平，一夜中多只天蝎嘅等你个肺，冇得中多只天蝎俾我做咩咧？真系两只就唉算啦，两只天蝎 keep住同一队咯 ，OK 嘅，唉。唔差得去边嘅两只天蝎嚟嘅，哇！系咩啫？不过真系觉得好似服啫。咁样而家就系呢、這个好似系话说系水噏啊，我唔太记得，好似就系水噏嚟嘅。咁样就水噏，今次就噏好似系噏泰斯文状同埋一只阿波罗，真唔太记得呢次嘅啫。我对水噏冇乜兴趣。咁就应该都唔抽水噏噶啦，就应该直接会选择搏冲全部轩辕剑噶啦。因为轩辕剑今次都得，轩辕剑不嬲都攻用劲嘅，而且佢喺升华之后佢系劲，佢嘅力量真系劲咗都系多嘅，唔可以话废嘅。喺轩辕剑出咗升华咗之后，点烧唔死？竟然烧唔死嘅。埋斋十五粒石，咁其实今日主要玩神魔嘅原因就好简单嘅啫，就系、是、为咗个三抽轩辕剑俾大家睇下嘅啫，咁就冇噶啦，同埋系啦，都系为咗呢个嘢啫，其他嘢就算啦，迟啲先搞啦，横掂今日十四号，咁就讲翻句先啦，轩辕剑嘅活动就系31号完嘅。就仲有一半个月啦，就其实都唔会赶得去边嘅，所以就大家可以唔好咁心急，慢慢拆石啦。咁其实见到我个box，你见到我个背囊背包，其实都系唔多嘢嘅，系咯，暗油盒啦，都系抽友情抽到翻嚟嘅。咁就唔知道暂时冇乜用啦，一只艾玛。两只艾玛真系你，唉，真系啊，系啦，同埋介绍都，同埋同大家都推广一下啦，个工会啦，咁就我就加入咗个工会叫做圣域神话啦，咁就里面啲人都其实叫高咧，我系叫最低呢个队嚟噶，全部都系个名系圣域开头噶啦，即系例如嗰三个符就自己揾嘅啫，所以就唔使太关事。通常就系圣域一粒星之后就佢个名嘅圣域敏敏啊，圣域菊花啊，圣域张泽啊，少少啊，杰神话啊，神话就系会长嚟嘅，喇叭副会长好似系副会长系呢个圣域嘅圣域边个？传说系圣域传说系副会，圣域神话系会长。咁样呢个 group 我就发觉系冇香港人嘅话，个会长话冇香港人嘅，咁就啱啱先呢幅四 rank 四嘅啫，咁样就同大家宣传一下呢个工会啦。
咁樣就順便同工會個會長講聲多謝啦。咁就其實都幫到好手嘅，有個工會其實都真係 OK， 因為可以做到工會任務就打布蘭克洞窟呢啲攞嘅嘢係攞多咗會好多，而家已經17条，一日做5个已經都10条啫。而家呢幾日裏面都咁就係搶時搶得係非常之快嘅，同埋可以打嗰、那個叫做突破戰啦，可以攞可以試下攞獎勵啦，其實都唔錯嘅。咁樣就真係多謝嘅。都是真的多谢个会长肯或者副会长肯的谢谢对这个信誉神话的朋友，谢谢你肯加我到这个工会里面呢、啊、好了，谢谢你们的帮助。好了，咁普通话的时间就来到这里了，我普通话都不是咁好的啫。咁样就系啦，开始翻今日嘅压轴活动啦，系啦，首次抽魔法石或者封印轩辕灵甲就送苍龙啦。今日嘅啫，轩辕剑抽卡就送去到31号嘅1点钟嘅啫，大家就留意时间，唔好迟咗。系啦，抽卡送苍龙啦。咁样系啦，而家系水鸭嚟嘅。阿罗哈同埋泰斯文众。阿罗哈就应该是而家嘅自然德鲁伊系列嗰一款嚟嘅，我唔肯定。咁我哋抽嘅就系抽轩辕灵甲。咁佢话有，咁我哋睇佢个叫咩啊？加成啊，系啦，加成啦。轩辕重开，最后一次开啊！呢次轩辕剑之后就唔会再开放，所以就大家要把握最后机会啦。咁样就有11只喺入边，就有11只转世神器。小说《偷拍玉儿》、陈正秀、车元文湖、蔡特、木月、夏游、陆成谦、宇文拓、招募云同埋司空月。咁样论最强嘅话，系升华咗最强嘅话，咁就当然系蔡特噶啦。佢升华完咗爆之后，佢招技系改咗做下一turn嘅爆发力，就等于呢一turn成队嘅爆发力。呢就即系如果你今turn打成隊夾埋打到10000000，咁你下張只要轉3粒暗珠就打到10000000噶，係啊，雙爆發嚟嘅。咁於小説就純粹一個打三色隊同埋主動技6turn就轉勁多粒水珠啦。宇文拓就係人都知噶啦，打光人隊嘅。招募雲係我今次最想要角色，因為真係佢係光暗隊，佢係可以打光暗隊咧，佢係比龍葵係好嘅。先见嗰个龙葵系好嘅，咁招募云 O K， 我呢个中意。光暗2.5倍 ，and 顶就光属兼具50% 暗兼具50% 光啦。and 顶好似有个 buff 唔太记得咩嚟嘅，咁就系啦，目标就系蔡特同埋招募云嘅，其他都其实都唔太想，冇乜特别嘅，其他都有用嘅，系啦。如果要嘅话，我哋冲去打呢个富贵。因为而家真系连三封都未打到，如果真系抽中咗，要即刻冲三封打嗰啲富贵翻嚟嘅，因为就真系 GG 啊，进唔到化都唔惊。阿飘，如果进唔到化可以打工会任务嗰个成长之秘密，可以进到化嘅都系啦，多咗样新嘢啦。咁样就事不宜迟，立即开波第一张15只嘅第一抽开波，送咗只闯龙俾我哋啦。咁究竟呢一抽轩辕剑系咩嚟嘅咧？希望就呢个蔡特或者呢个招募云啦。陆神轩定系陆神轩？唉，算啦，打灵魂之日有用嘅，16倍嘅，打灵魂之日嘅6倍素材队啦。如果好似话佢同唔知边一个另外一个唔知边一只配嘅话，系会变成成队6倍 ，and 顶佢哋头尾2倍，就变成头尾12倍，队里面就2倍啦，6倍啦，咁样爆过去打嗰个灵魂之翼，其实就唔差得去边嘅，咁就第一抽就尾炮啦，继续啦，唔好你抽唔中啊，总之都要抽晒佢，轩辕剑拉屎一抽，点一定有好嘢嘅，蔡特。
Chơi tiếc, chơi tiếc, chơi tiếc. OK， 中咗彩啦，系啦，天狼眼闪啦，应该系咁读嘅。如果我读错字就赐教啊。下一回合嘅自身攻击力同此回合相同，升华四之后就此回合全队攻击力相同。打暗队系要佢系非常之出色嘅，即系如果你中间队你挤咗只艾德爆发一嘢棒嘅话，你下身爆发都应该高啦，真系唔差到去边啊！队长技就系净系得人同魔族嘅时候就人魔攻击 2.5 倍啦，未满嘅时候就 3.5 倍，就 12.25 倍嚟嘅。咁老实讲就系叫其他压血队就收皮啦。佢系一个叫做压血队嘅精英嚟噶，你唔使压到血，你只要冇满血就已经叫咗压到就 12.25 倍嚟噶啦。人魔队嚟啫嘛，嗰条，所以就比较难都会限制到多啲嘅，所以就拆队唔差嘅，但系做叫做比较队员向啦。咁仲有一只赛特，仲多只招募剑，招募剑，招募剑。我仲埋第二只出嚟嘅，记得下游啊，冇错，下游就系、是、第二只我话灵魂可以灵魂打六配队嗰个队员啦，咁就。冇用啊，冇乜用啦，暂时我唔讲有咩用啦，唉，喺公会度打佢啊，我嘅招募魂呢个武会点担嘢就喺上面打，出去打噶，好真呢、這个，好真呢个模式。赛特其实真系，因为赛特真系劲嘅。工会有人吗？冇第一个，39嘅人。系啦，咁就推荐大家试下可能入下呢个工会就帮下手啦。咁样就睇完抽蛋，系咪睇完我抽卡啦？咁样 P 型啲我都唔系讲咁多噶啦。今朝抽咗抽嘅话，圣诞火奶就应该唔追啦，应该都转向 P 神魔啦。不过我就讲翻先啦。呢、這个神魔杖应该就唔会氪金嘅，因为都唔太想氪变无氪金日记咁样玩落去啦。之后就系啦，咁就今日嘅时间就到此结束啦。各位观众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